太信了一次就对。好，有没有加入线线家族？我这次的话是做浓汤，它叫红土瑶柱羹。那它是用菠菜跟红萝卜汁，然后各自就是加蛋白、加玉米粉、加水，然后下去打，然后再就是要炸，炸完之后要用水去冲洗掉它的油脂，然后再去煮一个高汤。你在忙什么？哦，我在打那个翡翠汁。青菜打成汁，然后你们要怎么做呢？然后再加蛋白，然后以及玉米粉，之后会用低温的油去把它炸成翡翠的样子。感觉是非常搞纲的步骤。你在做翡翠玛瑙的时候，慢慢的丢，慢慢的丢，就很好搅拌了。对，不用一次所有人都在裡面。你太信了一次就对。好。太信了一次就对。好。你喜感很够哎，你要不要加入线线家族？可以吗？算了啦算了，我不想毁掉你的人生。汤的这一道的话，我们是心心相印的概念，然后让大家就可以吃到红萝卜汁以及青江菜，然后里面有干贝蟹肉去做搭配。